에? 부수 유머 가해. 慢慢的拉扯消耗，补刀就好了，倒打有位置。能上的时候，你们把握机会上。因为你刀很烂，很乱，就你上去拼的话，是很容易出现那种很傻逼的情况，所以说这个时候就找人。那我们去压吧，压塔吧，压塔压血线。每个人都可以明码标价。其实博卡莎漏刀倒没漏多少，被我压刀的没被压多少，就是就很难受，反正他翻不了身，知道吧？他这个组合前期没处理好的话，他翻不了身的，对我。失败了呢，放心的。你妈的，什么环境是？操你妈！不让我毛撸个毛呀啊！啊！炮车吃到了。这把我们做什么呢？哇，这个深海鱼，深海养了鱼，这个人他如果乱的话，这不我就要把他换了。我不是锁定视角，因为我可能在打架的时候，有时候鼠标会。我操！把我射杀！不是相遇吧？我操！音乐的话，后面没有。调动三线。剩下主要绿刀锁定不是 A， 我点地板，我就点地板 A 的，我点地板 A 方便一点。你想点人就点人，点地板想点地板就点地板。
点地板只是更加方便的。你看我点的不是他人吧？他已经被你锁定了，就只有他能 A。你让我的时间变得值钱了。我欠出了，这把好像还没有完全。我会为了理想而战，但不会。该偷野怪就偷野怪，拿的优势一定不能给对面喘息的机会，知道吧？推完线就直接进他野区扫野怪，扫野怪保证自己发育，自己有就能 C， 一定要记住。同时我仰望的只有天空。啊，你习惯太窄了，妈了。沙漠迅打抱不平，可这波回去应该是有那个，再推一波吧，再推一波，因为已经没有人能去妨碍咱们，因为我们这个血量已经，也作用是能把一波线推进去。这会我们就站中，然后我们的刀走，应该是形成不了那种绿白刀去打人的，这组刀去越过的。进行到下一轮刀。哎，为什么这边晕倒？我操，快了！太帅了！他不回来的话，可能要一波了。我这波放这个大招不一定有意义啊。好，哎，西门太长杰斯基，真的有些情况下出蓝切真的 C 的情况是比海妖会舒服一点的。这把我们又跑路了。
沙漠迅速。 Destroyed a turret. 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n inhibitor. More high. Eh, to see you more high. Haste。小雪想参战了吗？ 뭐 가져야 해?